好好，这个。哎，你那哈？你干嘛？你那哈？我上公司嘞，上公司干嘛？出去趟旅游呀，吃个饭，下去喝了喝了，留什么？喝了喝了，小事。我也去。你去干嘛？我给你一块小时，我今天晚上吃多了。走啊！甩甩不了。你甩谁？走走走走，看看。你，我看你跟王军，你两个就想干坏事。去消食。好，那我也消消食。咋了？改变计划了？改变啥计划？返厂呀！我说要去，你按理说不是应该拒绝我吗？拒绝你不就是露馅了吗？再啊？来，我们又不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我看你有点儿。没有嘛，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走吧，带你逛逛，让你看到底是去干啥，好吧？我看你能玩出来几朵花。我一朵花都玩不出来啊！我玩花，我玩谁嘞？玩花。这个是在，妈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离很偏。哦，洛阳区，洛阳区。洛阳，小金子，昨天咋样？好，你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怎么了？带你王哥去飘了你。王哥自己发信息跟我讲的啊，我拿住出来。他说吃泡面是假，看美女是真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是去看店，开玩笑开玩笑讲的。男人嘛，是不是？你别讲这一句，说不定他还没事。你讲这一句，解释的成本有点高。呀，金总的大宝马，大鸡腿儿。金总没吃饭啊，咱们先吃个饭，好吧？等你吃个饭，带你去打个卡，行吗？我严重的怀疑你们俩原来的计划应该不是这样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我问他一下，王俊，你们俩本来的计划应该不是来吃火锅吧？我们先吃个火锅啊！对对对，我们先把这个丽玲姐先安排好再说，再方便我们下一步计划行动。Hello， 我们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丽云，我现在呢在这个大通路上边，然后在公司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老王给。就是今晚他们俩发信息说晚上要出去约，然后今晚发给了我一个截图，老王说晚上要去看美女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三个是一块喝了猪头汤，完了之后呢去刷那个抖音，看到同城有卖泡面的小姐姐，就是他们在做直播嘛，我们就是去探个店打个卡玩了一下，然后呢今晚给他发信息说今天我们换一家，然后有两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是在另外一家，咱们俩今天晚上一块去看看啊。然后来了这儿呢，调转方向了，说怕我晚上没吃好，又要来吃火锅。哇，这个火锅也是我一直想吃的哎。进去看一看，就跟重庆那个防空洞火锅差不多，很像，对，很像。正宗是吧？很正宗，感觉那种。好，我来瞅瞅啊。呀，这个味道就很正宗啊。天哪！可以吧？感觉跟吃席一样，走，找个位置啊！你找个位置，没位置是吧？稍微等一下，正在收。怎么样？闻起来很好，哇，这个下水道就好像我们老家那个搭了一个棚子，很有特色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晚上吃的开心的话，一切都好是吧？目的性有点明显啊，老王。没有，大王和小王，你不要以为你们俩加在一起是王炸组合。咱们主播还有防范的节目嘞。好，我等着。啊，这才是你们的重头戏是吧？是不是，老王？王林。啊。带你打卡第二家。我谢谢能。找美女的是吧？开始打卡，我就是饿了，我想吃碗面。刚才那个火锅吃不饱你，撑不死你。吃饱了，主要喝多了。啊，姐妹摊泡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不是九点来吗？我们又吃了一个小火锅，然后才来的。金总，啊，你预约了？还没约过了？想吃什么？直接说。哎呦，
小姐姐，下次送你常润的气垫啊，常润的气垫。对，他们是就是常润气垫。那你们就是带货多少钱？我们带自家品牌，我们是有自己的品牌呀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它金融打底飞化妆品啊。我这边是带货的。对呀。啊，对。你这边跟你有啥关系？是常润副总啊，副总。我谢谢你。不是，他 PK 界的，我是那个。对，不一样。我是那个卖货界的。这个泡面摊花姐妹。哦，你们就在这个地方是吧？嗯，对。转了一圈。你们的名字叫什么？店名？泡面摊花姐妹。就是那个你们的自媒体名字也是这个摊花姐妹。我是那天在抖音上面正好扫看看，哎，正好看到现在这个好火，人家对得起这个名字吧？大概可能，回头再跟你说吧。你看老王急得想打讪。没有，可能是饿了是吧？爹，今天哪一个王公子买单？你这个时候跟我讲好饿啊，今晚那么多菜你不吃，你跑到这边也好饿。你们是不是还要吃？不喜欢吃。南站的，你家门口的。啊，这个。他是啥意思？我哪天？你俩大老爷们来干啥的？鬼祟祟的干啥的？还没我的消息全呢。啊，就纯属想吃碗面是吧？行。那个等一下买一箱回去，我好好给你下，哪天饿了哪天下啊，你也不用跑那么远了，是不是？浪费油钱真的是。好吧，干了。那边有几个男的，看见没？三个男的。三个你都看到了？嗯。看到没有？本来我跟王哥还有一点想法的，瞬间现在吃面吧。干面干面。多少馍？长得确实不错。嗯。哎呦，那我就在拍了，你假装挺牛。身材也可以。我承认哎。确实好看哎，是吧？这么拔的，要我枪毙他。吃的，太好吃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这绝对好吃。因为我们都已经吃过饭了。对。看得出来。我觉得我老公真是厉害你哈，哎，你我把你当猪呀，当猪王你是，啊，你来把妹，我们点了一份面，你吃不怕你？不是的，大眼中媳妇是吧？丽姐，关键人家没收钱，知道吧？你没收钱。这个一定是吧？我可能是你的大眼中。好吃。我不介意。是吧，金总？喝酒。